爸爸亲像山，看伊拢着抬头看。73岁张继忠升格四宝爸，小31岁嫩妻生了。我老婆怀孕39周了，在家里也闲不住。被外界笑称爷孙恋的大陆名导张继忠，73岁正式晋升四宝爸。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好了。张继忠曾制作金庸、笑傲江湖、天龙八部等电视剧闻名，和前妻离婚后，张继忠在2017年娶助理杜心凌，当年相差31岁的恋情轰动一时。他们婚后生下一对儿女，今年4月喜怀第三胎。不开了，又转向包。但自己生出来就去做手术了。不过杜心凌提早入院待产，因为她已经是高龄产妇，还胎盘营养不足，胎儿出现脐带绕颈一周，所幸母子均安。昨天张继忠在微博分享老婆产下小女儿龙珠的小影片。张继忠一家6口全到齐，他也愿小女儿重回美丽，在家人的爱中平安成长。